我又是平民，奇怪，我每一回合都是平民，这怎么回事啊？天真没有老大命，是拿香蕉命啊！好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次我不要拿香蕉。谁呀？血卵，你疯了哦、喔！有疯子啊！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血卵，是不是还少了两个人啊？你要把那个其他人叫下来，上面有两个人在跑，很恐怖哎、欸。那血卵是谁？ 奶茶、啊，怎么又是奶茶？怎么可能啊？他刚不是拿枪过了吗？我是爸爸。哟，拿枪的你是奶茶是不是？上面还两个人在跑哎、欸，你不赶快去杀哦？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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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动啦，布拉博才是布拉博才是杀手啦！妈，提供出布拉博是杀手啦！布拉博，奶茶，杀布拉博啦！你后面，你后面 OK， 开枪！干！谁关灯就杀谁啊！谁关灯就杀谁啊！不准玩灯啊！那两个紫色的都干掉了，那都是嫌疑犯，该死的！妈，给你，我先讲这边。姐姐哦，那个 Tango 跟那个 Romeo 刚刚玩灯就这两个，玩灯就这两个。哎，我去。你们两个蹲在这里，你们两个蹲在这里。刚我是开灯呢、欸。干你妈蹲，你妈蹲，谁理你啊？接近灯的都要杀掉，都是嫌疑犯。我们两个分开站。你们来投票，看要杀谁。好。啊，要杀这个站起来。好，我站了。哎，两个都站了、欸。啊！哎，人呢？杀他！他一直跑来跑去，这一定是凶手了，不是吗？哎、欸，你不要打到平民呐、啊！你不要打到平民呐、啊！不要射到我啊！我蹲在椅子上面，不要射我啊！赶快把那两个混蛋杀了啦！不是我啊，我平民，我是这样，我讲真的，我平民。Tango 跟那个他妈英雄手，没有这英雄手，你后面那个站起来的啦！啊，不是我是，如果不是小火龙，你后面那个。你后面那个啦，那个叫什么名字？他在你的屁股后面，他在你屁股后面。看到看到了，看到了，哥看到了。我明明看到看到了，就是那个神经病哦，罗密欧，你不要挡在别人后面。干妈的，这个一定是凶手，我要赶快离开他。这一定是凶手，哥，这是凶手，这一定是凶手。他不抢这样刀，妈的，太可怕了，不要来这边好不好？干，我躲进我的毒人房，太可怕了，是什么鬼地方啊？卡住，卡住他，卡住罗密欧。哎、欸，我进不去了、欸，我进不去。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卡住了。阿德，快看见吗？进得来吗？哎呀、欸，血卵，我们换一间好不好？这间太小了，进不来。开门啊！卡住了，真的假的、啊？我们出不去啊！哎、欸，开门了，换一间，换一间，换一间。怎么还有个紫色衣服？这是你亚洲人，亚洲人。什么？不是我、啊，亚洲人是我嘞。你为什么要杀无辜的人？走开啊！你走开啊！白痴哦！凶手在里面，不好意思杀我。枪在里面，你们要怎么样？我赢了，我赢了。你还刚开始他给他杀人了，乱叫人家杀人，这就是凶手嘛？你们不会懂的，这个是新的游戏，呵呵呵。就跟你们讲说，不要让小孩子拿枪吧。现在你们都输了，对不对？下来送死了。叫你走开，你不走，一直挡在门口，给人家砍死。下来送死啊！下来送死啊！你要怎样？我去死一死啊！看自己冲哪一个去拿枪，然后看可不可以叛变他。这门要开啊！下来啊！帮我们把门开起来。好啊好啊，我帮你开门啊！来啊来啊，我在里面啊！来拿枪啊！关门关门关门！枪在这边呢、欸，好大一把枪哎、欸啊！你要出来啊 ！Top Gun 哎、欸，好，我先出来。嗯。中了一刀没死。哎、欸，把他关在里面呐、啊！我先把这个。靠！哎 ，Tango Tango Tango， 你不要跑！Tango， 你不要跑，我不杀你。你不要杀我了。Tango， 好，我不杀你，我不杀你，不要跑，你不要跑。你只要做，你不要跑，他就丢刀了。不会啦，放了北七哦。不会啦，不会啦。Tango， 你下来，我不杀你，你不行，你下来我就不杀你。上一次白痴哦。哦，干。
Tango， 你下来，我不杀你，快点 ，Tango， 快点。你开门，然后走进去。不要不要，我们先你不要这么得寸进尺，你先下来，我不杀你，我不杀你。然后你太危险，你现在做萝卜蹲，你做十次萝卜蹲，我就不杀你，我让你活着。一个走上面，哦，白痴。哦，快点啦 ，Tango， 这到底谁啦 ？Tango 十次萝卜蹲，我就不杀你。小萨，小萨，你怎么从上面直接从后面？哦，死了，白痴。你做十次萝卜蹲，我就不杀你啦 ，Tango， 快点，快点，快点。这一个人怎么赢啊？哦，好吧，一直砍掉，一直砍掉。你只要照我说的做，我就不杀你。快点啊 ，Tango， 十次萝卜蹲。你要先让我紧张。旁边可以跳过去，旁边可以跳过去。才要做十次萝卜蹲，快点。快点，十次萝卜蹲。阿哲看左边的话，阿哲看左边的话。萝卜蹲，快点！你要去哪里啦？你要去哪里啦？哎，快快快快快！快七八九，已经设成那个丢刀模式了。十，都知道。快点，快点，快点！我最喜欢把你整一整再杀你了，妈的，你这个混蛋！希耶拉是凶手，希耶拉是凶手。希耶拉，绿色衣服，你看，就他关的灯，他关的灯绿色的。他想要隐藏自己，好多绿色的。不是那个希耶拉 ，XIY 这个 S 开头这个绿色，然后中国脸亚洲人，有两个亚洲人，把亚洲人都杀了，赶快把亚洲人都杀掉，亚洲人都杀了。快杀了他！复制人，他一定是韩国人，中了，哇，还真的中了！干，我好小的也中了。阿法是你吗？不要动 ，November， 你最好不要动，我跟你讲哦。谁啊？要走到前面的。你想要靠近我，我知道。阿法是不是你？阿法，他刚打字说不是啊，不是。阿法摇头说不是，是你吗？印第啊，不是我。是你吗？不是，是你吗？是你！你点头了，你这真的假的啊？你不怕死吗？你快杀我！你不怕死吗？你跟我回去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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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不能轻易杀人，我不能轻易杀人，我每一个都要问一次。Yankee 是你吗？不要动！动却超奇怪的啦！你不要动！Yankee 是你吗？不是。November 是你吗？为什么 November？ 好好好，你说是你对不对？是你吗 ？QB， 你来 Victor， 不是哦。现在好，然后Alpha， 你不要动好吗？你会让我很紧张 ，Alpha， 我会不小心扣扳机，我跟你讲。听我讲哦 ，Papa 跟 November， 你们出来站这边 ，Papa 跟 November， 好啦 ，Papa 跟 November 站这边。不要动哦！不要动哦！我不要动啦！不要动！不要动！你走开啦！你配合一点好不好？阿法，你走开啦！阿法，你走开啦！我这样再问一次，我这样再问一次。好，帕帕，你是凶手吗 ？November 呢？是哦，两个都是哦。我们凶手干啥呢？干你老师！耶！我就说是他嘛，超奇怪的啦。你知道，你们超好笑的。对，你们听我解释。你们听我解释，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手续？我就是要让凶手忍不住气，拿刀出来杀人。你懂这个意思吗？我就是故意要惹凶手，让他忍不住。我来了，全部蹲下，全部蹲下，全部蹲下，不蹲下，开好了，哎，打猫屁眼。你不注意你的屁股，刚刚有人在你屁股后面想要捅你，你知道吗？我看到是 Lima， 我看到是 Lima，Lima， 你看他捅你，他捅你了啦！你看 Lima 就做人心虚啊！
乱跑。哎、欸，白痴哦、喔，不是我啦，你智障哦、喔，我是平民嘞、欸，立马啦，智障哦、喔。后面然后当挡箭牌。不要把枪给小孩子啦，不要把枪给小孩子啦。干什么？摇头会点头。No no， 这个嘞，干。摇到摇，你的头好像摇到要快断掉了一样。你妈！干就只有你啊！中风哦，中风哦！头条你中风了是不是啊？干头条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好，再来。我们是不是还超奇怪的啦？我们是不是还少一个人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我们还少一个人呢、欸，你有发现吗？我们还少一个人呢、欸。有人挂掉了、啊。谁？我没有开枪。对啊。好好的，怎么还会死、啊？挂掉了。陪跑。死在楼上吧。怎么办？现在？现在是怎样？赶快报警啊！哎、欸，你看他脸，你看他。等一下，那个一直跑到我后面干嘛？谁啊？谁啊？谁啦？那个。哪一个啊？查理啦！尼玛！我没有动啊！哪？你不要乱诬赖人好不好，阿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乱诬赖人好不好？诬赖人的那个就是凶手，所以说一开始讲的是阿哲嘛，就是 A 口，不是，不是，不是 A 口，是查理，这蹲角落这个，这个蹲角落查理就是阿哲。快打他！打他！哎、欸，我发现有一个跟名字跟我一样，我拉朋友，有有有，有时候会有一样。你妈刚一直跑到我后面，不知道想干嘛。群众暴力，我没有捡到枪。对啦，好棒，干，来杀来，我来我来。哦哟，为什么又让一个 K 笑笑诶拿到枪啦、啊？哦，为什么拿一个让一个疯子拿到枪啊？这时候疯子就是你干嘛？不要乱射啦！干，会擦枪走火啊！哦哟，鸡歪耶！每次都让这个白痴拿到枪，快点杀他！是凶手，快来！干，你们你是凶手，是不是凶手？是是是，我是凶手，快杀我，快杀我！对对对，拿拿枪！杀他啦！你不敢杀、喔，你不敢杀、喔，你是我凶手，你把你是哦，你是不是说谎？超你是什么？你对了，看一下就知道了，不用再问的啦。抓干！我知道。干鸡巴！你把那个人逼疯了，赶快杀他！你把那个人逼疯了，我把逼疯了，耶！我把逼疯了，耶！说他的声音是屁孩。不行，我们怎么样？快点蹲下！我不蹲下，你要怎么样？我是平民，我绝对是平民。那我不蹲下，你要怎么样？啊！你以为拿枪是老大是不是啦？别送了，屌比较大是不是啦？我看完谁结婚？这个刚三人，哎、欸，他是凶手，好准，鸡巴，好准！妈，开枪没事，关灯看。有疯子、啊、！He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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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你是凶手，听狗，你是凶，你是凶手，听狗，点头摇头。不是啊。Miko 不是的、啊、点头有点头摇摇头啊不是我跟头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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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白痴啊跟你讲说不要男生让小孩子拿枪鸡巴嘞每次都杀平民是怎么样啊智障哦！是我是我，靠！哦哟！妈的！不要让小孩子拿枪了哦！白痴！你看到肉拿干嘛？哦哟！智障！那个智障！天狗天狗天狗是天狗！哈哈哈！该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类的进化论啊！白痴都死光，留下正常人。这个就是人类的进化论。对啊，搞笑。人口就是这样保持平衡的。